哪里？飞机。在哪里？后面转。转了。我没看见在哪里飞机。等等。哇，你眼睛这么厉害，看得见啦、啊？哇，这么厉害！灰灰的眼睛，看见飞机，你这是吃什么东西？这个糖。我看什么糖？菠萝味的。菠萝味的。嗯。好不好吃？我好像没吃过，我不知道好不好吃。能不能给我尝一下看？我看看什么味道。哟，你喂我吃啊？啊、哎。就是菠萝味。哇，好吃好吃。是菠萝味。嗯，对，是菠萝味。是哪个买给你的？是妈妈。妈妈买给你的。嗯，这不是买，是拿。那不是买是什么？就是拿呀。难搞咯，这么好吃的我都还想吃，我怎么搞？不能吃太多。嗯。不能吃太多。啊？不能吃。不能吃太多啊、嗯、为什么呢？留一点啦。那你怎么一定 你老是在这里吃呢？你也不要吃啊，留一点啦、啊、我留一点了、哦、你也不要吃了哦，不能吃太多了，知道没有？嗯，这你要咳嗽的，对不对？妈妈乖乖钱挣好了。嗯，咳嗽了不能吃吧？哦，咳嗽了也可以吃。咳嗽也可以吃啊？嗯、那我能不能吃？不可以。为什么呢？我不咳嗽还不可以吃啊？嗯。哼。咳嗽才不可以。对呀、啊，你咳嗽不可以吃啊。我没有咳嗽可以吃，你还咳嗽可以。我咳嗽没有。没有。就是啊，我可以吃啊。你咳嗽了不可以。我没有咳嗽啊。有。我哪里咳嗽了？你咳嗽好不好？跟我再跟我吃一点好不好？不给。啊？不给。我那里还有那个哦，还有好吃东西哦。哪个？哪个？我等你去看看啦。哪个？我那里多的是。他打扰你了。还有这个奥特曼，这种奥特曼就是我的、哦、你的糖出来了，你的糖呢还要不要？不要了、哦、我帮你拿。不能吃那么多。我全部给你吃了。啊？我全部给你吃。你不给我吃啊？要不今天早上你拿那个东西，你那个坚果你给不给灰灰吃了？你拿两包的给不给了？给那个姐姐。给哪个？给姐姐吃去了、嗯、你没给灰灰吃啊？没、嗯、我以为你拿。咳嗽过。哦，他咳嗽不能吃是吧？我没有。啊？没有。他说你咳嗽了。没有啊。那你给我吃的，我不咳嗽，给我吃，你给不给？还给不给？我还想吃一颗。不给。我还想吃一颗哦。不给。等下我去我房间拿了个好东西，我给妖姑吃，我不给你吃的。我有大把的玩具。我不要玩具，我要吃东西。我拿那个蛋给那个妖姑吃，等下我拿两包下来。哪个？啊？哪个？那种蛋呢、啊？我房间有啊，你要不要吃啊？要吃、嗯、要吃就换，你给一颗，你给一颗我吃，我就拿给你吃了。你要给一颗我吃先。嗯。等下，那我等下拿来，你给不给我，合不合我换？我就不给。啊？不给。我拿来换你也不给啊？那我去拿了先啊。要不要不要吃？嗯、要不要吃啊？嗯、灰灰。嗯。要不要吃？不吃吧？嗯、你说的吧啊、哦，好。拿来。那给你吃这个。他说他不要的，你看这个蛋好吃啊，这个蛋了。不要。对，啊？我就不给他。不给什么？这个你又说不吃这个蛋，你又说不要，那你拿一个给我先，你先拿一个给我先，换一个先，先换一个先了，不换我就不给你了。
拿一个给我。哎呦，一起给我啊！你给一个我先。一起给。一起给呀、啊！嗯。啊，你这么大量啊！哇，好，好了。下次不要吃了。啊？不要吃了。不要吃了。嗯。来，给你了，我给你换了。你看你，笑成那个样子。放我头上。放头上了，你看要不吃完喽？你看要不吃完喽？你来帮我。啊？这要不帮你，要不帮来要不，要不帮弟弟，要不帮弟弟，他不吃你的，叫弟弟叫哥哥帮你。你来帮我。啊？你来帮我。来，你帮他快点，你帮他解一下。哎呦，哇，要不。有力气哦，你看，剥得开了吧？哦，好不好吃？挤出来呀、啊，这样一挤都出来啦。嗯，我帮你挤啊。哦，对呀、啊，哦，哎呀，没事，等下拿去洗呀、啊。脏的拿去洗一下就可以了。洗也可以吃。可以。我洗下来。嗯。那还有一包，你们两兄弟分了。嗯。两兄弟分了呢，两兄弟分了，嗯，吃完了。嗯。哎呀。嗯，好，难搞喽。我拿。里面还有油。有那个不要了，让它丢去。打不开。打不开了。肯定打得开呀、啊。丢去那里呀、啊。哦，等我拿去丢，你放这里，你放这里。丢出来。你放这里可以了，等下我拿去丢，你放在这里。啊，放这里，放这里啊，放这里成堆来啊，垃圾不能乱丢啊，你要菇给他吃啊，要菇，给了没有？他吃。我吃啊。你吃了？哦，又吃了啊、哦，嗯好。不吃啊。你寒假不要？你寒假不要？他问你寒假不要？要了给你，没有了是吧？嗯。好，没有就算了啊、哦。那个脏那个就不要了。哦。要洗。啊？要洗。洗呀、啊。嗯。算了。洗了可以吃。可以呀、啊，算了，不理他了。洗了可以吃。嗯。洗了还要摘呀。嗯，完了，你们在这里玩吧。你看，吃饱登帐了，去那里去摇摇椅了，是不是？你会享受了哦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！没说没有厉害，我厉害，我可以摇这个也厉害。对呀、啊，你厉害呀、啊，一个都不厉害，你厉害啊、哦！